录个节目嘛，有必要弄成这样吗？哎呀，哥，没办法，你太帅了。哎呦，太容易被人认出来了，真的，真的都差不多了。但是，帅。泽一老师，你的任务呢是让三名乘客把你给认出来，时限是一个小时。泽一老师辛苦了，来来来，这边请。走走走，好。你好，到哪里？建国路。哇塞，小哥哥你好帅啊！我觉得你长得好像那个靳泽一啊。你好，请问到哪里？滨海路。好。哎，怎么不说话呀？这么尴尬。泽一老师，找找话题。你做什么工作？无业游民。你平时看综艺吗？看啊。那你知道靳泽一吗？他最近上了挺多综艺的。嗯，丑，而且还特别能装。啊？难听？靳泽一新出的歌不好听吗？不好听，赶紧关掉，受不了了。是你？你干嘛？靳泽一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吧？停车，停车。哎，泽一的车去哪儿了？喂，泽一，泽一，收到了吗？堂堂当红偶像，顶级流量艺人，表面上看着完美无缺，背地干了那么多卑劣的事情。我怎么卑劣了我？啊，是你偷听我。画面呢？什么情况？哎，你们切一下车里的画面，快点。好，导演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要不是你抢了我东西，我才不会跟你说一句话呢。这女的你们认识吗？不认识。这女的是好像不是我们安排的工作人员吧？你有没有素质啊？你自己什么样的人你自己不清楚啊？我什么样的人？我就是这样的人。你还有理了？你自己不看看你自己什么样？娱乐圈有你真的了不起啊！我先不跟你计较啊。你能不能不要有被害妄想？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先不跟你计较，我先开车。那未必是我的。你是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吗？你是年纪太小不懂事吗？娱乐圈有你这样的败类真的是够了。快点，师傅，麻烦掉个头，快点。明明是你偷听我，还想让我还你？败类，败类！也不知道会不会留疤。至于吗？你知道这个伤口会耽误我多少工作吗？那又不是我撞的，再说了，我不是也受伤了吗？我和你能是一回事吗？你的脸开过光啊？我的脸没开过光，但我靠脸吃饭，你能吗？不就是个破录音笔吗？我还给你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追我，追我，追我到天涯海角。怎么了？我笔呢？好像落在出租车上了。什么？你，哎，你干嘛？我要去找录音笔。你别出去，外面都是记者。管不了那么多了。这个录音笔，你知道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？里面有我录的所有的重要的声音素材，找不到我就完了。行，你别出去，我帮你找。喂，哥。喂，阿泰，你在出租车上找一下有没有录音笔。
粉红色的，小小的。还有 U 盘储存功能。还有 U 盘储存功能。好好找，一定得给我找到。啊，你干嘛？自己找啊。就差把车上的空调给你拆下来。没有啊。我说你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也不放在家里，还怪别人。脚拿开。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居然把我录音笔给踩坏了，你知道它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？既然这么重要，你放在家里不就好了？要不是你，他会变成这样吗？行了行了行了，这录音笔我赔给你，好不好？但出了这个医院，你就别来找我了。你现在是想用钱打发我是不是？不就是个破录音笔吗？你重录一下不就行了吗？这里面有我辛辛苦苦录的声音素材，你说重录就重录啊？既然这么重要，你自己不知道备份一下。你这种靠炒作出名的人，什么都不懂。行了，你别哭了，我找个人帮你修，又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就这玩意儿。你干嘛？